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非常抱歉，之前的视频出现了纰漏，感谢大家的及时指正。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巨石3233-247元神 5.0 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任务加全成就加探索度 100% 加传重点，一条龙全收集路线，宝箱成就407。我们从上一批开着这个传声点继续啊，我来到传声点之后，好，在旁边这里有一个符文，解变着这个狐狸，然后朝东方向地图右边，这里我们勾到对面，好，这里左转，左手边这个防线里面有一个奇溃宝箱，好，捡起之后这里出来，往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里先说一下，在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啊，前方这一个石桥尽头有一个狐狸，背后有个死盒子，大家有需要去捡一下，好，然后再落到下面这个平台，下面这里有一只鸡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要解压旁边这个炸弹，炸这个石墙，好，然后送归位，来开启这个宝箱，然后东南方向地图的右下方，节目往下勾，在这个石条正下方啊，在这个石对处有很多这个石 M， 这里清一下，好，这里清完三波怪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珍贵宝箱，好，捡起了之后我们再组，这里亦有同心附身这个狐狸，好，然后先转向这个东方向地图右边，结果钩子先勾一下，好，勾了之后我们再转向西方的地图左边，这一抬头对准这个石窑上面，这一勾上来，再勾空中这还有个钩子，好，然后我们再转向南方向地图下方，然后对面这个平台，好，在这里有一个黄色球啊，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框，我们要投下这个框，阿姨投进去，好，解锁这个宝箱，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这里抬头，我们要勾到这个建筑上方，我们先爬上去，这传声点我们一会再开，直接按连跳上来，好，上面这里有一个珍贵，那开启之后我们再这里跳下来，开启这个传送点，然后传送旁边这里有一个死盒子，然后捡起之后东方向地图右边，好，这里它往前勾勾一下，好，在这里有一个红色这个框啊，这里我们先不要管它，东方向地图右边，前方这里有一个绿色的这个球，我们捡起这个球，然后回头，这里我们在投入这个红框的时候啊，要赶紧回头啊，把这个装饰这里给它拉出来，就是开门用的，好，这里我们先投框，然后赶紧回头，这里拉一下这个装饰，好，让这个球这里射过来击中里面的这个目标，好，就可以完成这个解谜拿到宝箱，然后这里我们朝西北方向地图的左上方，这里我们先跳一下，然后钩子勾上来，然后这个石条上在东方向地图右边，在这里有一个装饰，我们这里先绕到这个背后啊，先打一下这个箱子，然后钩子把这个装饰拉到另一边，好，然后再来到这个闸门这里，可以解救一下这个鸡，然后这里跟着这个鸡呀，盖八，好，这里给他送归位，拿宝箱，然后西方向丢左边，自己来到这个悬崖边，然后这里低头往下方看，在右边这里平台上有一个石盒子，大家有需要去拿一下，然后这里我们回传送点，就刚才开启的这个，这里回到传送点之后啊，这里旁边有一个符文，直接变成这个练狐狸，然后先转向这个西方丢左边，先爬这个石墙，然后这里往前勾勾两下，然后落到下方这个石桥这里，好，在这个石桥这里有一个装置，我们先来捡这个神童啊，先捡神童，捡完这个神童之后我们这里回头，这里捡一下后面这个篮球，然后在墙上有个装置啊，这个装置我们用攻击键打一下能够改变它这个朝向，然后我们这里把我们刚才捡到这个篮球啊再到它背后对准啊，对准这个框射出去，然后赶紧打一下这个装置，好，把这个球给它投进去，就是这个朝向反面的话是开闸门，正面的话就是会锁上啊，好吧，所以大家投了之后要赶紧打，好吧，他这个球才可以射进去，好，然后宝箱我们一会再开，往西南方向地图的左下方往前勾勾两下，
然后前方这个木板上，在这里是有一个镇守。亲王怪，来开启这个镇守，然后再重新附着这个偶遇植物，亦有附着这个狐狸，然后朝向东方向地腿右边，在前方这个半下这里有一个钩子，先这里两连钩勾过来，好，来开启刚才这个解密的宝箱，然后希望地图左边这里说一下，在上面这个平台这里有一个屎盒子，大家有需要自己去拿，好，然后再朝向东方向地腿右边，这里我们要来到这个遗迹的门口处，好，过来出发剧情，这里对话碗之画，然后我们再转向北方向地图上方，得跟着任务指引直接勾过去，好，这个任务指引点，这里对话碗之画，然后在这个帐篷底下，这里有一个珍贵宝箱，开启之后我们再朝向南方向地图下方及钩子勾到对面，回到这个遗迹门口，在这里有一个开关啊，把我们这三个这个残片放上去啊，这些残片都是在这一批开的，这一批开宝箱拿到的，直接放上去，然后进入到这个遗迹，它抢这个遗迹入口啊，有一个火神通，好，这里捡到这个火神通之后，这里再下来，好，下来之后东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狐狸用不到了，我们直接切换人形，它往前走，然后前方这个楼梯口这里有一个屎盒子，捡起之后我们继续顺着楼梯继续往前走，这里我们过一下剧情，好，这里挂完动画桌啊，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这是有个符文，这里变成这个狐狸，好，变身之后我们这里朝向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勾两下，勾到右前方这个平台上跳一下，好，落到这里，落到这里之后我们这里低头往下方看啊，希望这里有一个火神通，截起这个火神通北方向地图上方勾到对面，在这里有个梯子，这里往上爬，爬上去，好，这里有一个开关，我们先开关，然后右手边这里有个拉杆，这个拉杆我们这里解锁，好，解锁之后等这个两个灯处于一个水平面的时候我们锁定，好吧，让它并排在一起，好，然后紧接着东南方向地图的右下方我们要勾到对面这个平台啊，在对面这个平台这里有一个火神通，好，先勾到空中找个落点，然后在这里勾过去翻一下，好，捡到这个神通，然后旁边这里有机关，这也是一样，先那个解锁，然后两个处于平面的时候锁定，好，然后紧接着我们这里先转向这个西方向地图左边啊，我们上方这一个平台啊有一个宝箱，这里尽量小心一点啊，勾一下，然后这里先实停，好，对准这个墙啊，对准这个墙，然后再翻一下，但就不容易掉下去了，我们拿到宝箱，好，拿到宝箱之后我们在这里低头，自己拉回空中这个钩子，然后往这个东方向地图右边我们来到右前方，右前方这个平台这里勾过去，在这里有个炸弹，我们接起这个炸弹，然后再转向北方向地图上方，这里炸在这个石墙给它炸开，然后我们再勾过去，好，在这里有个机关，这里也是一样，等两个处于水平面锁定，好，这样就可以解锁这个开关，好，解锁之后我们再往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低头往下方看啊，在下方这个木板这里有一个宝箱啊，这里我们先勾到下面，先落到下面，好，然后再往对面勾，来开启宝箱，开启之后我们自己再回头拉回来，往上拉回来，好，然后西方的地图左边拨回中间，然后再往北方向，然后开关这里我们启动一下，这里挂完动画之后，然后我们朝向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我们往前勾勾两下，好，落到这个平台，在这里有个直接开启的珍贵宝箱，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继续跟着任务指引往前走，这里注意跳一下跳一下，然后往前，然后前往这个闪光点，好呀，这里需要清罐，对话完之后啊，我们再朝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我们要献上这个供物，
好，这里对话完之后，那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来开启这一个珍贵宝箱，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。